你自家的一般的消费开销就对了。哎呀，啊，那个账户是护理之家的账户吗？哎呀，那个我们还要协助你查证看是不是啊，对不对？你了解意思吗？哎呀，你不要想太多，我们只是跟你打官而已。啊，如果真的是的话，当然是 OK 啦。最主要是金额太多了啦，而且你还要拿回去家里，然后待会人家去家里收你的钱，那也蛮奇怪的，对不对？